他这个环境和我们家的父子的故事呢，在生活当中有点贴近。Action！我从小开始就是我爸爸对我的教育都比较正统一点吧，现在自己长大了嘛，父亲对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。我和我父亲多半像是朋友，但是我还是很尊重他，我觉得父母是最伟大的。能谁对我小我就小，我这服了。站下，等他的反应。我先看看可乐，再看看他。尴尬，你不要看着我就行，你管我。我也没看见了。一生当中，有多多少少的难要跨。放下包袱，平和心情，眼睛要向前看。我也说过很多，谢谢大家啊，对我支持的关心。其实这些不是老调重弹，是每一次说的心里话。希望大家能够把成功与挫折啊，或者困难都看淡一些。我觉得这些都是人生当中应该面对的东西。可口可乐呢，是它代表一种喜庆，也是代表激情，它里面包含一种爱意。每个人都应该希望也向往。对，还有一个就是可口可乐。你想与谁分享新年的第一瓶可口可乐？